本节目由东鹏补水啦独家冠名播出。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买周同学官方正版篮球等周边好物，上咪咕商城小程序。大家好，这里是由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联合制作的首档双人成型体能竞技真人秀，哎呀好人台奔赴去。本节目由东鹏补水拉独家冠名播出，东鹏补水拉快速补充电解质。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睡拉满状态，解锁健康姿态。我是各位的能量助力团的大张伟，欢迎我们能量助力团的三位能量助力官。是的，这你是干嘛的呀？我是领队呀。哎呀，这个节目就没人尊重过领队。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对，他就是不告诉咱们。因为这一集特别重要的开始，我们要开始有猜测了，有预测了。对。然而你是活在我们的结果里的一个人，你知道所有的答案。对。然后他就来戏弄我们，是不是？老师，您对昨天咱们看那个节目还有什么印象吗？除了精彩还是精彩。我们对您的印象特别的深。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魔鬼和火焰。魔鬼。对。那个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哪个选手觉得这一期他正式开始进入比赛了？我是演员，所以我很期待演艺工作者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我比较喜欢金瀚。您觉得呢？您身为这个这么棒的这个教练，看这些哪些有潜力？我比较期待这种冲撞型、对抗型强烈的一些选手。因为这里边有咱两个篮球运动员，对他们是不是也充满期待？呀，行了，只有保留意见。因为咱们那个100位体能强者呢，已经进行了自选排名，今天他们要进入的是自证排名。也就是说，虽然您选了第一名，但是如果是证明不了自个是第一，对，也是尴尬了。这种情况会不会有点丢人？肯定是自信啊，自信啊，自信第一。如果他选了第一，那肯定是奔第一的去，他没有退路，不给自己退路。因为在竞技体育来讲，第二，在我看来啊，第二跟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么严苛吗？第二，大老师你不记一下吗？这不是金句吗？金句，第二跟最后一名，但是这句话我不能记住，我对我自个儿生活不能这么严苛。这话记住了，活得太累了。行了，哎，但是选手们在竞技场上能够竞赛，我们这些能量助力团的朋友呢，也要进行脑力竞技。那么根据这个竞赛的推进呢，我们每期的节目呢都会设置预测点，然后凭借各位的预测成功的次数，分别获得哎呀好身材专属的哎呀大奖牌。哎，看一看啊，然后有金牌、银牌跟铜牌。嗯，但是第二名就等于没有奖，就没有奖，对不对？老师，您看见时候只盯这个，对不对？嗯，根本看不见这俩。是，您觉得您有信心？不好说。嗯。老师给自己留后路了哈，我有退路了，要不然说我们都会成为讨厌的自己。就是老师说我喜欢什么，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您觉得呢？铜牌吧。你心里没啥魔鬼和火焰，老师。女生的直觉一般都特别厉害，您觉得您？那就金牌呗，管他呢。好嘞，行，那我也要参与啊，我们四个都参与。然后呢，每期还会来新的嘉宾，然后大家都参与，赢咱们这奖牌。同时呢，从本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四位可在每期节目的结尾选一位你认为最有冠军线的种子选手，中途呢也可以更改啊，但是呢只有3次更改机会。如果你预测的种子选手最终跟搭档获得了总冠军，同样获得哎呀大奖牌。行，说了这么多呀，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彻底来看一看今天第一集正片啊，他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自证之战，掌声！
心怀热烈，共赴山海。欢迎各位好身材、体能强者来到沙海竞技之地。我是本期好身材的体能顾问及赛事的 MC 孔亮 ，CrossFit 中国负责人，国际体能赛事裁判。本季 A 压好身材第一站即将开启。自证之战的规则如下：实力排名与自选排名相同或靠前，则为自证成功。自证之战分为男女两组，分别进行。左边是男子组的项目，在此一举。体能强者会在比赛开始之后，抬起自身体重两倍的沙漏。两倍。我两倍不少呢，我两倍220公斤的，可不少呢。最终以坚持时间来计算排名成绩。300斤。你多重？你多重？130。那你260我算。完全是我的短板。右边是女子组的比赛项目，背水一战。体能强者需负重卷腹倒挂在水箱上。比赛过程中，身体可沉入水中，坚持越久，排名越高。倒挂，那不就这样，那不呛水吗？来了以后发现现场是这样的，也挺吓人的。如果说在刚开始交流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现场，说不定我想不就算了吧。如果一开始交流我看过是这种现场，恕我参加不了。崩溃，这是什么项目？感觉一个水缸放在那，然后我不知道下面是要比一些什么。因为赛场是一个让我觉得极有诱惑力的地方。那么作为前职业运动员，无论赛场有多难，无论对手有多强，我觉得我都要拿出绝对信心，全力以赴，无所畏惧。我要拿第一，我一定要站，我一定要扛到最后，我是最强的。首先，我们请参加男子组自选排名的50至21名进场。所有人都加油！好，各位请来到自己的价位之前。加油！好，第一轮的各位选手，请进价位。好，请起立。王王老师，那您期待哪位？您觉得哪位就感觉这个肯定能胜任？我想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太难了。那谁呢？比如龙武老师，他应该这个很轻。他自重大吗？他自重有量，自重大，他都能拽动飞机，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可以哈。自证之战男子组第一轮，3秒倒计时。好，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随着时间的递进，我们每一位选手他的面部表情也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你看那不太动的。Strong mind, strong body, let's go! 哎呦喂，这个哇，这好吓人呐！好，在1分29秒的时候，十号位的选手提前完成了比赛。没关系。这是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你四五。对。好，九号位的选手也完成了比赛，2分10秒。哇、哦，这又是篮球运动员！哎呀，真长脸，哎、真长脸。我觉得越高肩的承受压力越大。对对对，应该是。哦，个高的人。太高了。我以为那些看起来很壮很猛的猛男们，他们可以撑得很久，没想到最高的先掉下来，两个打篮球的。才发现 ，OK， 可能对身高高、体重大的人，反而不是那么有优势。2分32秒，2分52。张张坚持住，是2分53秒。好，我们看到3分整。好，在3分01秒、3分12秒，刘宇轩上，3分30秒、3分33、3分33。鲍春来，鲍老师，他是顶尖的猛男，如果不是顶尖的猛男，他是拿不到冠军的。连他都这么快失败了，我感觉这个项目的难度确实太大了。世界冠军来到这个节目，我觉得应该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鲍老师在自证的表现，我来看的话，其实那个项目不太适合他。我觉得世界冠军这个头衔在哎呀好身材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唬人的，你知道吗？真正比赛了，一切归零。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扛5分钟，但没想到最后并没有扛到5分钟，我觉得这个比我想象的要难太多。好，我们场面上面已经有一半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比拼。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说，3分钟是一个分水岭啊，在撑过去之后，考验他们更多的就是如何去稳定好自己的躯干的同时，保持顺畅的呼吸。这个好稳。欢欢加油！各位选手们加油！张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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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歌手这么厉害吗？好，我们看到五分整，我们的米奇选手完成了比赛。5分07秒是我们的欢欢。5分13秒我们的曲筱。我们看到袁毅5分20秒。歌手这么厉害吗？现在的演员歌手都这么厉害的。哇，那哥几个不错，姚晨，可以啊，非常厉害。哎，这是刷新了大家的一个感觉。大部分人都觉得文艺工作者比较的弱，对，我们这一行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嘛，运动少，那来到这个地方又发现所有人都是专业的运动员，如果要挑战他们肯定很难，但是我从来不怕难，我想试一试。时间来到了6分钟，加油 ！Yes, let's go！ 加油！来，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的选手们现在需要你们热烈的欢呼声跟掌声，给他们打打气。No pain, no pain, no pain, no pain.
6分07秒，真的太厉害了。这街舞能挺6分。可以的，卡斯伯，加油 ！Casper， 6分08秒，非常棒的一个成绩。我们会发现，现在在场上还在持续的坚持的三位选手，他们分别采用的是3种不同的站姿。加油！加油！怎么？可以帮我拿个眼镜吗？谢谢。不会，加油！没问题。怎么？哎呦，这个完全这么稳。是。哇，七分钟了！默数30秒。1、2。姚晨默数30秒。可以了，别挺了，丸子多累啊！姚晨，差不多得了，姚晨很棒了，已经。姚晨，不要再扛了，你很棒了。其实到7分钟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间其实我已经稳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想过别人了，我只是想打败自己，想要更突破一下。姚晨，姚晨，姚晨加油！可以的，加油！7分30秒。加油加油！即便我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我也想试一试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就像去爬雪山的时候，你多走一步，你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哎呦，我打个盹。哎呦，看着都心疼。哎呦喂！天哪！加油！8分钟。我们的姚晨选手完成了比赛。我英雄，今天感觉就跟那种从那个探险的地儿出来，啪，帅！我都要看哭了，我觉得。哇，非常厉害！现在还剩几个？还有俩，还有两个。小猫，加油！撑住！这个还会抖两抖，那个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雕像。哟，他怎么这么轻松啊？他该不会是举重的吧？他跳拉丁舞，他是跳舞的，不是练体育的。拉丁界的传奇。舞蹈风暴你们没看吗？他是舞蹈风暴的人。我是侯瑶，中国体舞蹈联会职业拉丁舞蝉联7年冠军，国家队队员，竞赛20多年。一不小心拿这么多奖项，我们这个体育舞蹈看起来并不会非常强壮，但我觉得人强壮的应该是在心态上，最不喜欢的就是没有对手。真的核心都不晃啊！太稳了，他完全不动，他悠闲的嘞。真稳啊！你看他连汗都不出，很坚毅。他是不是睡着了？哇，高段了！我观察他的身形，他的下盘很粗壮，支撑着足够支撑，很轻，他足够支撑他这个重量。第二就是他这个思想一直在转移，不要想这个事儿，因为越想他会越疲劳。同时，我怀疑他还有爱情的力量，可能他的夫人媳妇在呢，结过婚的人知道。因为我们体育舞蹈也是竞技类，一直打比赛，所以没有什么对手让我们有惧怕感。洪瑶加油！洪瑶加油！洪瑶加油！他真的很强。我在6分钟的时候就感觉快承受不住了，很累。撑住！阿星，加油！
撑住，撑住，咱们稳住，加油！爬楼的估计有点顶不住了。那个是谁？三号，就是那个爬楼梯的。每一次我坚持不了，我都是在鼓励自己，你要咬牙坚持，你要做那一个一千块钱一天的男人。我不想认命，我想改变我的命运。想别的。阿星，加油！加油！加油！阿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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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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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关心真的很棒，非常非常棒。你发现没，你的对手其实也是你的战友，他坚持的时间长，你跟他比拼，你能坚持的时间就更长。朋友，加油！加油！加油！这侯瑶老师真的面无表情。阿星，顶住！选手都回到自己的站位以前，记住大家，七八。顶住，顶住，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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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撑住！阿星，加油！阿星，加油！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多强多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我想了一下，你要坚强一点，你要勤快一点，你要改变他，你要做那一个一千块钱一天的男人。我想改变我的命运。签到一万，不如去实战。还可以，我第一次练。哎呀，啊！长沙只剩下旁观心。哇！阿星，阿星，加油！三，哇！楼梯战神，加油！加油啊！楼梯战神，加油！到十分钟，坚持，加油，加油！可以，可以。我想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拼命往上爬，不要爽就是干，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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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自己体重两倍十分钟。龙体战神加油！加油啊！龙体战神加油！加油啊！龙体战神加油！加油！坚持住！哇！龙体战神果然！龙体战神！哇！战神真的是龙体战神。你的对手也决定了你走多远。对，常年啊进行的这种楼梯搬运，这比的就是韧性，比的是毅力，完全值得人敬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这到哪儿都是一种非常向上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庞观星老师是让我看到了就是这次竞技里不一样那个层面，就其他的我感受到的更多是运动员他运用他的运动经验啊，或他的耐力啊，还有他调整呼吸的一些方式去完成这个竞技或者突破自己。但是我从庞观星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故事性。对，就是浮想联翩，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对，我就很有代入感，我突然就感受到了一部剧，一个艺术作品，一个画面，然后他这个人物的这个一生酸甜苦辣。而且我是觉得他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小，或者就是很生活，或者是大众化。对对对，但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种就平凡人世界里的伟大力量。真的是伟大。你不看这个，你不知道坚持这件事有多么的动人。他们这个坚持就极其的具体，让你感觉必须很动容。对对对。辛苦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老师，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刚刚最后剩侯瑶老师跟庞老师的时候，我跟志胜就在说，我说两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一个看起来云淡风轻，就跟拍 MV 一样，也没怎么流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你是照着半个小时去的呢，刚刚。我饿了，所以我就放下来了。我们体育舞蹈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对，我听说老师是体育舞蹈老师。对对对对对，我们拉丁舞，然后我是国家队的，已经连续七年冠军了，然后也是最好成绩保持者。哇、哦，看看来这冠军的那种底气哈。舞蹈老师的骄傲。而且听说咱们的搭档还在现场。对，因为他受了伤了，不知道他一会儿表现怎么样，但是肯定劈不过很多大神，但是。就是自己拓展一下，看看自己能走到哪。好嘞好嘞好嘞。但这个老师特别厉害，因为从一开始的我就替他捏把汗，因为他一直在流汗。对，没想到最后是10分07秒。十分钟零七秒。小牙坚持住。哇，哥哥你给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我的内心就是咬牙坚持，不要怂，干就完了。好，行，谢谢各位，各位休息。好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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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没想到，超厉害！没有，加油加油加油，真的很难。加油！累不累啊？废了，我真的很沉啊。不是因为那个，它那个沙子就是，它会往你头上这儿下。对，怎么说？它还不是跟你有个缓冲，可以再上去。1到2分钟前面其实还挺轻松，对吧？对，后面就慢慢上去。我觉得后面就是靠意志力了，就。加油！一会压肩膀这里会很难受的。这最难受这里，对，腿不难受，腿不难受，对，一定要压，腰都还好，收紧，收腹，收紧。现在第二轮的比赛是参加男子组自选排名为20至11名的选手，你们需要打破的记录是庞观星10分07秒。保持住啊，保持住，你现在是天花板级别人物，知道吗？你在这儿跳。我们的重量是每一位选手体重的2倍重量。你自身体重2倍，你手根本顶不起来的。3分钟。随着时间的增长，3分钟过就是一个过程。别走，定住。他会压的整个肩膀会颤抖，会颤抖，就不自觉抖。对，你这一块的肌肉会颤抖。才艺加油！这不行了，他这腰已经弓下去了。对。这里站直了，挺住了，加油！4分19秒。可以可以，4分钟已经很厉害了。
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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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你肩膀动不了，完全被锁住了的。对，他负重太大了，扛不了了。好，不，加油，加油，加油！5分18秒，桃龙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即将要来到一个节点了。6分钟就是一个过程。6分钟了。哇，这组好强呀！后面可能就没有感觉了，是不是？就是硬撑。9分钟就是一个过程。时间已经来到了9分整。哇哇哇哇！要超过了，各位，我们上一轮记录是10分07秒，过了9分钟，每一秒都要命。哇，张杰南拳妈妈的9倍热度，这么厉害，他的膝盖一直是闭的，你看到没？越来越能举杠了。哎呀，我天哪，那这核心得多那个啥腰啊，哎呦！还有1分钟就破纪录了，1分钟，坚持。那眼神。非常痛苦，就是一直撑着，一直觉得说为一人组争一口气的感觉。我一定要跑这10分钟去冲！加油加油！想一想别的事情。好稳啊，张杰老师都没动，咬牙一直在坚持。马上破了，马上破了！加油！哇哇哇！走起！10分钟。哇！哇！哇！破纪录！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10分07秒，哇！哦，张杰完成了比赛，11分24秒啊！太强了！赢！张杰老师！哇！加油！世贤杯选手11分29秒。11分36秒，徐凯破纪录哦！11分38秒是徐小虎所完成的成绩。哇，可以可以可以！晃的真的，是的，太稳了，太稳，很猛，很强。那眼神，然后我当时还觉得自个儿是英雄呢，后来发现哦，其实还有更厉害的。剩下的选手是我们的王黎和陈海诺，时间一直在攀升，马上来到12分钟。啊！太厉害！哇，斯巴达太猛了！我叫王黎，我是一名斯巴达障碍赛运动员。我运动的年限差不多有15年了。干到15分钟，没问题。哦，没问题，还能说话。海诺加油！他是干啥的呀？他是模特，健身模特。我叫陈海诺，我是国内首位海陆空三栖的健身模特运动员。他就是特别极限的运动员，他可能比我还要猛，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还是差点意思。他还是很自信的，我觉得自信。我一定是坚持下去的那个人，我想当第一。啊！这最后真的是拼意志力了。It's fun and games, let's go！ 我选第一个，我也选的时候，对，斯巴达。老师，您觉得是谁？哦，是我们诺。斯巴达。现在是13分02秒，但是两位选手丝毫都没有为了彼此退让的意思。太牛了，你们！看我！加油！谁呀？谁呀？谁呀？帅哥，哎呀，大拇指，哎呀，下来了啊！王黎，啊！恭喜王黎！哎，我们赢了！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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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我
王黎创造了到现在为止的男子纪录。破纪录，纪录，加油！王黎，你可以的。啊！加油，王黎，加油！王黎老师，这要挑战15分钟吗？再撑一分钟。啊！我以前比赛就是一直是千年老二。总要有人是冠军，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他经常很难拿到第一，所以他这一次特别渴望着拿到第一。王黎撑住，王黎14分30秒，你可以的。我想拿一次冠军。三十秒就15分钟了，快了快了。王黎撑住。还有5秒，加油加油加油！好啊！哎呦喂！啊！哇，这斯巴达好猛，斯巴达的那种意志力。10秒，10秒！我一定是坚持下去的那个人。加油，王黎，加油！王黎，15分钟了，15分钟了。哇！恭喜王黎！啊！太厉害了！王黎老师他说了一句话啊，总有人要夺冠军，为什么不能是我？哎，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一直在阐述一个观点，就是竞技体育，要争胜，要夺冠。所以我觉得能坚持到最后的，包括自己本身能量已经达到顶点，还在坚持，我觉得特别佩服这样的兄弟，厉害厉害厉害！王黎创造了到现在为止的男子纪录，他的纪录是15分钟。哇哇，袁山哥，来来来，参与他参与他，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没事没事，来吧朋友们。你看这个领队的工作做得多细致，现在已经把这个记录破到15分钟了，确实有点过于吓人了。大哥，你当时破到十五分钟之后，你感觉还能坚持吗？我本来想坚持17来着，但是不想卷，顶不住了。你会担心后边会有人在超过你这个15分钟吗？说不定，说不定，真说不定。一点都不怕，我就是第一，我来这里就是我想当第一。又把压力留给下一组了，这压力一下就本来你们的记录应该就只目标应该是13分钟左右，结果一下硬生生又往上加了2分钟。好，各位，我们即将迎来的是自证之战 Top 10最后一轮，龙武，龙武拉飞机的呀，乌兰巴特，王全帝，德旺，王嘉印，军事训练师，很有经验的老师，对对对，看到前面的选手都有完成15分钟的，那个就是我的目标，我肯定要超过他，拼一把，就第一名啊，第一名。我来就是奔着冠军来的。Top 10男生的终极比拼，各位，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哇，那龙武老师压力好大，他必须要超过15分钟，因为他是第一名。对对。走！龙武的这个沙子量，哇，对，他这个好重啊！哇！哇！哎呦喂！哦，第一个哟，这刚1分钟吧？啊，他怎么？不是太夸张了，故意的吧？我扛的是我自己体重的2倍，220公斤，
它的沙子呢全部漏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那个非常的疼。我说我坚持个七八分钟估计也不会出彩，因为之前十几分钟太多了，但是继续扛下去可能会影响到我后边的比赛，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哎呦喂，这是真吃苦的。哦哦哦哦，看着好煎熬。打点精神，加油，小强，一定要坚持，拉出来恩波格斗的气势，想得到第一名，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又顶上去了，这个做的是深蹲吗？对，他是半蹲吗？对啊，一直在蹲深蹲。哦，哇塞，好重，你看他哇，就是我一直在去试着调整那个位置，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哦，哎呦喂，这好吓人呐！他还能顶起来，这点就特别不容易。这太难了，这已经压下来再顶上去。对。不行，德王那个膝盖他没有撑住，又撑住，他腰已经有点弯了，嗯，他就撑不住了，他就是重心没有了。哇塞，哎呀，好难啊！坚持到第八分钟，我感觉我腰折了，感觉撑不住。去突破十五分钟最高纪录，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我感觉其他选手放弃的时候，砰砰，然后我肩上的重量又往下沉一把，越到后面越重。十一分钟，各位，十一分钟，加油！加油！哇，好吓人呐！巴特尔的求胜欲很强的，很强，他的。他真是拼毅力。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哇塞！哇塞！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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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哦！最后蹲下去的时候，是感觉后背真的太疼了。没有能那个坚持到最后，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其实，场上只剩下了最后两名选手，怎么他们的运动表现究竟在怎样一个巅峰，在怎样的一种高度上面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个是谁？那个是谁？老王啊！哦，第二个老王一点不动啊，纹丝不动。我绝对十八铜人阵。我叫老王，王佳一，是一名军事体能教练。军事体能教练给部队的一些战士去做相应的体能训练。我觉得我来这儿，我肯定会拿出我的全力，剑指冠军。老王加油！哎，那 ，Let's go！ 这位老师肯定特别厉害。对，大家好，我陈毅。Let's go, Titans！那个会啥呀？王全义，是橄榄球的。我叫王全义，目前主要是美式橄榄球。美式橄榄球2022赛季吧，拿到了 CNFL 总冠军。它是一个非常需要野性的运动，在场上你就是干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干。老王我知道他很强，一来我就知道他是可能是 BOSS 级别那种。我接下来我会去拼一把。现在的记录是十五分零五秒，十五分钟，那个就是我的目标。
十五分钟，我一定要超过他。哎呀，都憋着一口气。嗯，十秒了，破纪录，破纪录了！加油！马上超过了，马上了。三，二，哎呀呀呀，一，记录了！哇，打破！哇，打破纪录了！还有更厉害的，太非凡了。王佳丽，王权益，这么稳，你们太强了。接下来只剩我和老王一对一，加油加油加油！王哥挺住。然后我在积极的调整身体的位置，脊柱啊、骨盆，我想让我的这个核心尽量去收紧，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尽量扛的时间长一点。王哥赢了，王哥赢了，这个太强了，这个。Johnny 加油！美式橄榄球本质就是对抗，狠狠地咬住对手，死撑住，激烈对抗。哦，腰疼腰疼，嗯，有些晃。夏一老师一直都很稳，对。他们的意志力都很强，很爷们儿，我觉得特别帅。就他那种意志力和拼搏啊，是值得人称道。这两个人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因为来到这个赛场，我肯定是奔着第一走的。再顶一把，坚持一把，看谁坚持到最后。谁赢了？谁呀？王佳一赢了。哇塞！有，好，真的是既精彩又刺激。那我们休息片刻，补水充电。像这种运动完大量出汗的之后，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来吧，朋友们，咱们就来一个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朋友们。所以最后还剩了谁？夏一老师可以，我觉得王权益。圣上，圣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提示一下？提示一下啊！那咱们各位能量助力官，我这回去海花岛可没白去。咱们刚刚看到那个装置，我直接从海南给搬过来了，我一路扛过来的。让各位自己去扛一扛，又能有更深的了解。而且如果谁扛的时间长，我这里还有小提示。那咱们就一步在此一举吧，朋友们。来，走你来了，走。哇，这东西有人会吗？没人会。你听听，哎，有人来了，还，他就是我们的体能挑战示范者张鑫老师，有请。哇，这么帅啊！哇，为什么这么帅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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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体能挑战示范员张鑫。以后每一期在观战间当中呢，我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新的挑战体能训练啊。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的比赛同款，在此一举。这个现在是空腹重，对。那我们谁先开始呢？咱们这么多是不是？对，你先来。可以可以啊。来来，他这是典型的错误示范。腿一定要是向外一点，千万不要内八啊。整体的肩膀可以再往前一点，肩膀稍微偏前或偏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腰部会受到伤害啊。然后我们起的时候轻轻，我感觉它不动哎，千万不要强用蛮力，轻轻你贴身感觉一下。来，对，哎呦，可以，可以。现在你们松手，它会一下砸下来。会。现在其实轻放是最好的，对。哎，可以，挺不错的，轻易就起来了，对不对？这就是站起来而已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挑战。对，我接受挑战。嗯，好，太棒了，大拇指。我们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用的是自己的两倍负重，而我们各位老师用的是自己的一倍负重。扛起的同时坚持三分钟，就算是挑战成功。有那么吓人呢、啊？
下沙了。现在是130斤的重量。哎，差不多了，停了。好。啊，现在是130斤的。对，现在是130斤的重量。有点沉。这教练他这姿势怎么样？对，非常的标准啊。还真是他核心受力的，必须的，核心肩抗压。王阳老师坚持的非常好啊，现在已经是40秒了。哇哇，王阳老师太厉害了，有一些抖啊。有吗？啊有啊。来加速，说你开始抖了。对，还是有重量。现在已经进入到2分钟的环节了，还差1分钟。但我们感觉王阳老师还是挺轻松的，对不对？挺轻松。对，你看有侯阳老师那个状态了。啊，我要拿到你的 tips。你看，势在必行。你要是这个语气说话，我就给你。好，我们最后的10秒钟倒计时，10、9、8、7、6、5。已经3分钟了。哇哇，老师很轻松。来，恭喜马老师挑战成功。咋样？啊，哎呀，上来这手啊！我说恭喜恭喜。咋样，哥？这现场体验跟在那儿看感受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不光是考验了耐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那个流沙往下不停的卸下来的时候呢，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压迫感。所以呢，撑了3分多钟，出了一身汗。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来一瓶我们的补水好搭档东鹏补水了。运动大量流汗，要及时补水。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别看这只一小瓶，里面有很多的电解质，而且啊，大家看清楚，蓝橙的双色对撞的设计，充满了动感。我们的选手在竞技过程中喝的就是我们这个东鹏补水了，它真的不仅会整季的陪伴我们的选手。为选手们及时补水充电，更会啊作为这个见证者，与我们一起见证哪些强者会经过重重考验，一直走到最后。好的，让我们举起东鹏补水了，让我们一起期待后面选手们的表现，加油！来，哥哥，来吧！恭喜王阳哥成功拿到了我的小提示，小提示好。老师就是确实厉害，然后但是您在刚才做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是什么样的，能分享一下吗？我觉得一倍的重量还能再坚持一会儿，但是实际上随着时间往下推，的确这种压迫感挺强的，但我觉得2倍我肯定吃不消的，所以刚才这些选手都是强者啊。谢你的小提示，偷偷看一眼。 OK 好了。看懂了。看懂了。行。提示是很明显还是说很隐晦还是？哎呦，哥哥你后悔去吧。我后悔啊，就这么明显吗？直接写的谁人名吧。我真的这个时候就要预测点了。哦，王嘉译还是王全义啊？嘉译了。哎呀，我们宋轶老师难为的，两个人来回点。我现在只写了一个姓儿。那我先说呗，我已经写了。王嘉译老师，哎，我已经写了。王嘉译老师看上去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赛，他有自个儿的步骤，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稳能赢。我们教练，我觉得王全义。我觉得王全义。好、哦、王全义。王全义。你也学王全义了。对，因为他健身格斗体能体测都排名第一，所以从介绍上来看，我觉得他可能比王嘉译会更全面一点。我综合下来我还是选王全义吧。哇，哥你有点孤独啊。哇塞，你们都写的是。来来来，信人不疑，疑人不信。那谁能拿到第一个预测点的成功呢？我们来揭晓答案吧，走嘞！哇塞！哇塞！果然是嘉译老师。哇，15分28秒。那他也很厉害啊，那他太厉害了。他有点出乎我意料，就我发现他的意志力也很强，威胁挺大。哇，他时间对冲。Let's go！
football is the best。啊！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激动，我做到了，我展示了美式橄榄球的拼搏精神。好帅哦！行了，赢了，你们都赢了，是不是啊？行了，恭喜恭喜三位老师。哎，对，拿着吧，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哎，老师能不能拿着拿？我能有那么多期呢，是不是？一期输了算什么？连着输十二期才是真正的厉害。对，是不是？刚才男生看完了，我们要看完五十位女性体能强者的自证之战了，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来看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女子组的比赛，背水一战。哇，这个水还是挺多的。哇塞，女生那个估计特别快，那卷腹叭一下就得掉。很难，这个项目很难。我们有请女子选手们。带好配重入场啊！负重啊，还要负重，还被负重，1.5到10这个区间。我们是要负重，我平时玩自由潜水的时候的负重沉下去就是这个重量。哇，超难的，考验腹肌哦。我们需要10名男士作为安全员。好，走。好，可以彼此之间确认一下眼神啊，他们可能未来就是你的队友，加油！你是我的好，你是的滋味。好，我们有请参赛者入场。哎呦，再，请所有的女生进扶梯，戴上护目镜。爬上那个台阶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选手都太厉害了，这样。旁边一个女生从侧面看她那个肌肉维度大概是这么大。加油呀，小姐姐们！加油吧！加油！我觉得是各行各业的人在一个同样的节目里面去展现自己的运动风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吧，那就看谁能力比较强。不要光看我外表很瘦，这我不是那么好被干掉的。我要争第一，放马过来。对我自己的童子功还是有自信，你要是输给我的网红，你就会很丑。各位请把你的脚背扣在高杆上。我天哪，我看这个水有点害怕。看着好容易，怎么好难？我不敢啊！今天太难了，在要下去了，要下去，超难的。好，所有选手，双手放在胸前。哇！加油！我的天，我要退赛了！加油！加油！我们的比赛3秒倒计时后开始。纯要核心控核心，这个是比腰腹能力，腹肌，对，然后腿也会，而且这脚踝也要受力的，脚踝一定要绷在那儿，这个就跟这个的肩膀是一个道理。哎，程璐，为什么离那么远呀？对，因为他怕水，怕水，就尽量不沾水是吗？对。本身我个人会有点怕水，然后选择一个让自己安全的一个状态。1分钟了吗？43秒了，43秒。好，你可以慢慢，对，捏住鼻孔，慢慢下也可以，不用怕。不行了。你可以。不拉。可以的。拉吧。好。不行了是吧？女生不笑话的，能挂1分钟都算可以了。你们俩不是顶天了吗？对，休息一下，再起来。不行了，别呛。来，拉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1分20秒这个数字，我犯规了，我没有机会了。非常好，你已经成功了。
太棒了，对一个怕水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么难？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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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没事没事没事。因为闹闹他下半身太重了。我刚刚感觉我整个人都没有意识了，很麻。那女生这个在那个地方就是特别的替他们担心。时间即将要来到两分钟。加油！哇，女生很难哎，很强啊，厉害。对啊，嗯，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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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调整。我毫不夸张，我都感觉我要哭出来了，特别的无助啊！可不可以有一个人魂穿我？准备好再下去，不着急，宝贝。哎，喜宝，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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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重大了，太不合适了。嗯。喜宝，手不要离开胸口。好了，手，把双手放在胸前，不允许触碰身体其他的任何部位啊！拉掉了，爆破了。体重大了，太不合适了。我呛水之后，下意识的就想去抱腿，让自己起来。没想到这是犯规动作，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挺遗憾的。鼻子一呛水，你会很紧张，因为现在那个环境，然后你马上就会被拉。明白。Calm down, breathe. 不行。拉。他抱腿了。他的那个手不对，宝贝，拉拉拉，感受自己弱爆了，这个完全挂不住，好吗？各脚够不到，时间长的全是高个，他们能屁股都在那个水面上躺着呢，腿长的有优势。沉是吗？还 OK 吗？这腿真的是疼死了。我发现我的腿短是非常的一个劣势，就是我的这块小腿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这脚背疼。别老别来这，都是脚勾住啊。女生这个项目，你需要很好的这个胫骨前肌的力量，你需要勾脚嘛。所以它需要很好的这个局部的小腿的肌肉的耐力，有些女孩可能一坐三分钟两分钟她就非常酸，明天腿也酸，腹部也酸，脚好痛啊。我继续吧，我还可以，不行，等会儿，加油，不要怕，下水休息。不行，有点撑不住了，哎。时间来到了3分30秒，来到了4分钟，时间5分钟，全场时间5分30秒。这太难了，是太难了。我估计我跟你差不多，我核心也不行。这个很难的，这个难度超过了那个之前我们训练的那种状态。往后找这个水面，让它给你点脱力。我一开始全靠腹肌撑着，进水之后就水会有那个浮力，会把我撑起来一点。借用水的浮力啊？对啊，借用水的浮力，节省体力，坚持着肉是吧？好，头尽量不要出过水。好，深呼吸，哎，对，这样放松点。小心鼻子。因为我的体重很大，再加上我们身上有背着1000块，实际上是再次负重。我们可以通过身体下沉到水里去做一个放松和缓解，去减缓一些腿部上的压力。他为什么要下去？原因他是腰腹是酸了，他需要垂下来，然后让他进入重新放松的状态。上来的时候你又要收腹了，这个时候又要紧张了，腹部对。我是一点水都没碰，我是完全靠腹挺的。那你的头发干得够快了。
我没碰水，所以我就没有试。这个是靠我换，就是水性的。这还要考验憋气能力了。其实，在水里休息是最好的。老杨，他就练花样游泳了，这对他们跟玩一样吗？我觉得花样游泳就是不一样。你看，说花样游泳就是不一样。对，杨金平，他真的可以闭气。行业优势，这就是。我叫梁新平，之前是一名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花样游泳练了20年。二十年。当运动员的时候的高光时刻，其实就是站上领奖台，能够奏响国歌，看到升五星红旗，是非常自豪的。你看他水下多自如，这个项目太适合他了。人家在水底下还玩呢，看时间呢，自己他真是轻松。他水下可以自己休息。他说了，他能整一天。他说真假？把脚勾住就可以了。脚背。脚背上正常，他们都疼。加油！这个行，挺好算是吧？脚不疼，脚麻了。开始考验毅力了，脚开始麻了，开始麻酸，腿都麻了已经。对，它是倒挂呀。倒挂，而且头也充血。对，它充血嘛，头。我不行了。干嘛呀？9分30秒。哎，等一下，时间已经越过了21分30秒。我全身发抖，腿没知觉了，没知觉了。对，脚好吗？我是不会走。哎，别坐下去！我想逃不了，太疼了。我不怕，我再不下来截肢了一会儿。妹，厉害了，妹。很强啊！对啊，这个意志力很厉害。给你们点赞，已经很棒了，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五号很稳定，第五位太强，太强，太厉害，他没有下圈，从来没有伸直过。注意力集中。别看别人，他是什么项目啊？那个是演员。演员？哦。哎，还做鬼脸。我是许潇涵，我是一名演员。我在演员里面，我算是身强体壮，但是我来这儿，我就像个蚂蚁，你知道吗？抓紧时间，加油！之前我们做练习生的时候，他就是让你超越你的体力，平板撑啊，或者是卷腹这些东西，你要是做不了，老师真的会很严格。所以我是意志力挺强的人，就是我做什么事儿都挺爱坚持的。下，抖脚，好好抖一抖。哎，他怎么挂在那儿的？这个哇，真是强啊！真是许潇涵，他非常的有耐性。他的性格很好，他能够去随着你的引导，然后做出适当的调整。可以的，保持住，就是现在这个节奏。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啥也不玩，他就是个演员。他就是个演员。骑士。25分钟。在这个时候还剩几个人？15，还剩4-5个。哇塞！别着急，别看。多余的力气不要有，放松下来。你这么厉害，他们都不如你，真的。嘿，你看看这教练，怎么还不下去？他是花游的运动员，所以。你感觉还好吗？腿麻。撑住！坚持住啊，坚持住，你要超过他。那种腿麻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你要拿第一！这女生承受疼的能力都比男的强。我在这种有竞争的地方的时候，一定是不会让。我作为专业运动员，必须要有好胜心。那我们肯定是想要比你更高、比你更快、比你更强的。他腿麻了，他还能坚持，意志力真强。加油！
这是谁验证不住了？哦。徐韶涵啊，也很厉害，也很厉害。哦，想到你知道吧？三十分钟，我就劝他。没想到半个小时哦。真的好强啊！太厉害了，太强了，很好很好。下来吧。等会儿，让我缓缓。眼镜摘吗？腿吗？准备撑多久？我本来想35的。啊，好，坚持，坚持。我是觉得35分钟已经能够让我自证成功了，所以我跟我的安全员说，我35分钟的时候憋气下去，然后你就把它拉爆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起来还蛮帅的。都已经在想后边表演了。3楼是帅帅帅，哎呦帅，漂亮！太强了，真厉害，真厉害！就是你给我一个手机，我能玩一个小时。好胜心太强了，咱就是说。好厉害啊，妹妹们！哇，加油！已经来到了35分钟。你们快点放弃吧！你们不要再继续坚持了。哇，大家都挺卷的，看。嗯，还得努力，你们太强了。加油，小婷！我想我腿麻了。还行吗？放松。加油！妹妹好棒，坚持，妹妹。哇，加油！我们的时间已经走到40分钟。什么？40分钟了？我要争第一，放马过来。我想冲第一，我很想拿第一。这女人好拼啊！女生果然不好惹。对啊，真的，意志力比我们好。太强了，女生太强了，放弃了。对手感觉还是蛮强的，我想赢。我姑娘就是厉害，就不放弃，坚持。坚持，妹妹，都挂那么久了，不能白挂。可以唱个一个钟。太狠了，妹妹们，好胜心太强了。我是李卓妹。我是动作演员，我叫夏红春，是一名攀岩运动员。我叫杨欣婷，是职业模特。我是王雅杰，是一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我叫牛子薇，我是运动教练。我叫肖诗琪，健美运动员。我叫周和，跑酷运动员。张亚宁，运动博主。李佳琦，肖铁，郭立青，张曼玉，体育主持人。好厉害啊，妹妹们！本季哎呀好身材的大规则叫双人成型。大多数项目都必须由男女组队完成，因此接下来各位要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选谁做自己的搭档。因为男权妈妈之后要巡演了，如果你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会当我的特别来宾，好不好？如果选我的人呢，我就尽量帮他争取一张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我要选的是我的这个按法律按婚姻法的法律选择。我选你。为组队成功的体能强者还将有一次机会进行组队。好了好了好了，快掐表掐表掐表，170170。好，188。对对对。86强，强，看我脑子呢，只有一个信念，就这一项我必须拿第一。
哎，干什么？他干嘛打人啊？哎，过分了啊！本节目由芒果 TV 咪咕视频联合自制。上微博搜索话题“哎呀好身材”，了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上微博参与“哎呀好身材舞”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动感地带芒果卡，邀你与哎呀好身材五一起奔赴生活冒险之旅。登录咪咕海外官方频道或咪咕 C App 海外同步更新。我叫蔡海诺，德王，金汉，姚琛，我叫夏红春，潘静，庄婷，王雅杰，西宝。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纪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真职位好企业，找靠谱工作上智联招聘。感谢合作平台最美天气微观 APP 的大力支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哎呀好身材话题讨论，和节目嘉宾一起分享你的运动生活日常。上微博关注哎呀好身材节目官微，了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和幕后花絮。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 Zucker，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讯飞输入法网易有道词典易大驾智信铁友 YY 直播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哎呀好身材健身小课堂，我是主持人周薇薇，我是好身材领队曾可妮。今天呢，健身小课堂的教练呢已经等候可妮很久了，接下来我们出发。1 2 3，换啊！三，怎么了？四，哎，咋了？手臂用力，臀部夹紧。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Hello。欢迎我们的清补凉组合来到我们的健身小课堂，欢迎欢迎。我是清补凉里面的清，我是张张，我是清补凉中的补，然后我也是叫欢欢。我是清补凉里的凉，是的。啊、想问一下可妮，之前有体验过动感单车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吗？没有没有。虽然我没有尝试过、嗯、但其实我的确是充满了好奇。没错，它就是方便嘛，你看随时随地你在家也可以，不用专门的出去，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它非常的有趣，我们动感单车就是燃脂效果非常好，提高我们的肌肉耐力、心肺功能。那接下来我们上单车吧。好，来。和大家先说一下怎么骑行。车座的位置，我们要选择一个与髋关节平行的位置。绑单车的鞋带一定要系紧，单车的鞋带一定要系紧啊，系牢固，这样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脚踝。老师这里，来，是这个意思吗？哦，你是说把这个系紧啊？对，这里这个车的鞋带系紧。我在那里疯狂在那系我自己的鞋带。然后在上单车的时候，我们先一定要有个热身环节，低阻力的一个骑行动作，3到5分钟就可以了。哎，
小心，等一下，没事吧，老师？没事，它有点松，就是这个。那个扣要系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热身完毕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动起来，好不好？好，来开始音乐。哇，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好熟悉的旋律。这是什么歌啊？节奏感很强哦。太熟悉了，这节奏感。好好听。好好听啊！你们至少等它放了半分钟，你们再说好听吧。好，跟着我们的所有老师一起动起来，准备，起。对，收紧核心，保持。双手握紧啊，握到我们的把位上面去。对，臀部一定要夹紧哦。膝盖保持微曲。双脚不要内扣。One, two, three, go！ 手肘向外打开，太酷了！慢慢的燃烧你的脂肪，感觉我的脂肪已经在燃烧了。为什么心情这么好呢？因为这首歌，这个歌曲好听。对，我第一次玩，就是又开心又有点社死，不知道。好，慢慢向下，复原回来，调整呼吸。哇！感觉怎么样？这个拍子，这个节奏我还行。那接下来欢欢教我们几个单车。运动完之后的拉伸动作，好不好？好的，好的。第一个拉伸，把我们的腿部直接放在我们的车座的位置，手放在我们前脚掌往前往后拉，头部向下，承肩下来，保持好。好，我们第二个拉伸，打开你的腿向后，对，然后用你的手握到你的脚踝，触碰到你的臀部，这时候会拉伸到你的大腿前侧，双手放到脚关踝的后面，就可以拉伸到你的。还可以往前。哇哦，有一点晃哦。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必如此捧场。哎，我有个问题哎。那假如说像我这种柔韧性比较好的女生啊，拉伸我没有感觉。那我们来一个就是极限拉伸，也不用非得极限，好吧？我们这又不是体能竞技。双手放到我们的个把位上面，然后向后打开，对，慢慢向下压，肩胛骨向下沉，你可以打开向上。那腿部的拉伸呢？把我们脚放在我们的单车的后面，身体微微向前倾一点点啊。这个小腿还挺酸的。嗯，好，还原回来。哇，这时候我们整个人身体属于很放松的状态了。走，去铁人三项。走。好，我们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很棒，很棒。单车又有趣，然后又不会觉得很枯燥，然后呢也确实可以燃烧住我的脂肪，所以我很向大家推荐这一项运动，也希望大家都能从动感单车这项运动当中收获快乐，收获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